今天来到这个七条路巴萨旁边后面啊，后面那边，好、哦，有一个网友介绍我来这边吃，这个苏艾槟榔的那个，苏艾槟榔的，介绍我来这边，是这间鸿雁香味之家，瓦巴山 Cafe and Restaurant。这些米线，排骨煮多一个，啊，鸡腿的，啊，米线个了，好。那是我的，你吃啥？你吃啥？这个是猪骨排骨啊，我妈妈的是鸡腿。
好。